好，大家 OK， 麦克风真的很多。今天再次谢谢现场所有远道而来的媒体朋友，谢谢大家对中伟的支持。好 ，OK。好了，来。是比较在郊区的，对，所以其实，可是我还是很开心大家来，然后而且徐大哥这边也就是筹备的非常完善，各位有吃饱吗？对，谢谢你们。就是像刚才君怡姐讲，我就是练两次而已，就叫我上去一次，下来一次，然后后来教练又叫我上去一次，下来一次，然后我就出来。其实我觉得上马还好哎，上马之后就坐上，你是问我说会不会怕是吗？还是说会有没有走？你们又叫他再上一次，我们也顺便拍。就是、我上马之后其实觉得还好，希望就是，当然是希望看起来是可以帅一点。你说我觉得呢？真的吗？那我就谢谢了。一直听你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好怪哦。起码竞争是，我从这边骑到台北啊。谢谢，我很满意啊。其实我一直还是把音乐放在最前面。对，那销售数字，对我来讲，如果我的音乐有做好的话，我也很执着在我的音乐上，我其实就蛮感动的。对，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还是觉得有自己的成品出来，然后有看到这么多正面的力量来帮我，然后我觉得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想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。MV 要拍十首，徐大哥 MV 要拍十首。MV 的确是很感谢公司这么就是十首，十一嘛，徐大哥十一首不是十首，刚才只说十一首了，十一首全拍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记者他会上路吗？会上路。对，许大哥他这次的确是花了很多的心血，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，就是他找了这么多老师来帮忙我，包含刚刚可能没有提到 Lisa 老师，他帮我配唱快歌，然后还很多像蔡健雅老师，他也帮我写歌，然后五月天的阿信，其实我都很感谢他们，在录音的过程当中都是很。收获真的很多。就是我会，因为其实我对销售数字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，然后我就是，对，就像工作人员都提醒我，就是尽量，我可以努力多少，我就会努力多少。因为我现在还，我不晓得像这个景气，还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唱片圈的规划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。但是卖越多越开心。
我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啊，对啊。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蛮孩子气的，可能就是对，不是啦，就是跟他就是 argue 一些东西，对。没有啊，无爱啊，心中有爱。哎呦，不要再做奥运了啦。对啊，安博亚他们都超开心的。其实不会，我都把它放在心。我们是歌迷，不要在我们旁边说他的不好。我觉得希望大家就是一起加油，回去抵制你们电视台的灾啊。没有啊，你看我今天也没有哭啊。对啊，但是我就是很开心，就是其实有时候像我那天唱，就是徐若瑄的《好眼泪坏眼泪》，有时候眼泪滴下来，不见得都是坏眼泪，也有一些很好的眼泪。然后我很开心，就是有大家这么支持。对，徐若瑄的话。他在录那个周日狂热夜，光是周日哦，不知道，应该在后面。后面黄娜，我看到那个辛晓琪的在后面。我的，对。不太清楚这件事情，对啊。对，因为没有哎，我不太清楚这件事情，对。他们在问什么事啊？我们听不到。我也听不到。还是会问一下。你那个耳朵也听不到。